动乾坤霸气开播，舞动乾坤，杨洋剧照今日起，舞动乾坤正式登陆东方卫视周播剧场，每周二至周四晚十点播出。舞动乾坤是深蓝影业、优酷视频、北京世纪伙伴文化、粤凯影视、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古装玄幻武侠剧。该剧改编自天蚕土豆的同名网络小说，讲述了小镇家族中不受宠的边缘子弟林动经历无数艰难险阻，一步步战胜奸邪恶人，最终蜕变成长为救世大英雄，并收获爱情和友情的热血励志故事。该剧由张黎执导，杨洋、张天爱、吴尊、王丽坤领衔主演，释小龙、柳岩、索孝坤、董晴、杨浩宇、冯俊熙等联袂主演。张黎导演的名字大家可能会很陌生，但他的作品观众应该耳熟能详。他曾执导过历史题材剧《大明王朝1566家靖于海瑞》，战争剧《人间正道是沧桑》，并凭借《人间正道是沧桑》一剧获得第16届上海电视节最佳电视剧导演奖。正剧导演张黎加顶级流量杨洋加大 IP 舞动乾坤，将会产生何种化学反应？匠心之作值得期待。延禧攻略正式加更延禧攻略粉丝心声，近日随着剧粉的增多，要求延禧攻略加更的呼声越来越大，周四至周日每天更两集的节奏已经满足不了剧粉了。于是在于正的微博下、爱奇艺的微博下、延禧攻略官博下都可以看到剧粉的强烈要求加更的评论。最终爱奇艺决定从今日开始每周二至周日更新两集，满足剧粉的愿望。小姐妹纳闷的，只有周一不播，周一做错了什么？这不愿意日播的最后的倔强。